当我们进入深层睡眠的同时，全身的压力也会因此被释放。此产品来自全球希尔顿饭店的指定品牌舒达，为了喜爱软硬适中且带有包覆感床垫的使用者，华盛顿系列中采用原厂美质针织棉柔表布，并搭配透气凉爽的记忆泡棉，让使用者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体验。而在床缘设计上，则利用高密度泡棉加以固定，强化支撑力，故不用担心床垫倾斜的问题。不仅如此，业界中只有舒达采用纵向连续弹簧结构，让床垫呈现一体成型状态，让其平面更符合人体的 S 曲线，让脊椎在最放松的无压力状态下达到最理想的睡眠品质。对于有腰痛困扰的人来说，睡眠时只要翻身便会因为疼痛感而清醒，甚至无法再进入熟睡状态。而这款床垫能于身体翻动时立即吸收重量，将冲击减到最低后慢慢回弹，以给予稳定支撑，进而将全身压力均匀分散，让腰部的疼痛获得舒缓，是相当符合人体身形曲线的床垫。这一款台湾制造的减压乳胶床垫获得多国专利认可，结构中还特别加入医疗级凝胶，更进一步缓和身体的压力，并同时达到维持良好血液循环的效果。无论是常年烦恼于腰痛问题，或想更换床垫提升睡眠品质的人，都相当推荐使用这款产品改善睡姿。台湾众多床垫品牌中，仅有少数达到能出口的国际级品质，而其中一家就是法摩。此款床垫将720颗独立弹簧进行蜂巢式排列组合，让支撑点密度更加紧密扎实，故能有效反映身体线条，减少空隙，让床面更贴合身形。另外，手工拉撑的方式提高了床垫张力，除了让表面呈现弹性波浪而非死板平直的曲线，还带来轻柔撑托又无压力的舒适感。而立体车花的泡棉再搭配恒温花布，让床垫能适时吸热散热，提供最良好的体感温度。此外，不同于一般弹簧床垫的保养程序，此产品只需每3个月头尾对调，并可维持弹性，使用起来相当省力轻松。此产品使用来自日本的新科技，以回复力极佳的 3D 立体编织设计，解决了传统轻薄床垫支撑性不足及无法分散压力的问题，提供全身更加稳定的支持，即使长期有腰痛症状的使用者也不用担心翻身时出现疼痛。另外，其材质采用了空气芯材，其带来的透气性有助于汗水快速排除，甚至于冬天时保留温度，让身体维持在温暖的状态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产品能直接以水洗方式清洁，可有效避免长期使用下的污垢或尘等问题。使用时也只需放在现有床垫上方即可，十足的便利性让此款产品在日本也大获好评。这款床垫以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制成，即由固网式独立弹簧增加平衡，并加强中间段的支撑力。此外，其采用立体车花纯棉的布织布，并搭配软质泡棉，提供细柔清爽的透气感，还添用了比利时 Eno 的天然乳胶增加抗菌效果，不仅能有效缓解身体重量带来的压力，也能让使用者于更为干净的环境中入睡。而这款结合了乳胶及独立筒特色的床垫，软硬适中，质地柔软，如果习惯使用10厘米以上的乳胶床垫，并想尝试看看弹簧床的支撑感的话，便可考虑从这款产品下手。经过百年淬炼，源自英国的品牌邓禄普不断地在技术上推陈出新。此款床垫采用蜂窝式的乳胶，即由多孔的结构让它拥有着比同类产品更理想的透气性，使湿气不会残留在床垫内部，并同时使用纳米技术大幅提升防抗菌能力，让使用者能更加安心的睡眠。此外，
在高密度的结构上，强力的弹性可以让其在躺卧后快速恢复原有状态，不会因变形而影响使用年限。不仅如此，邓禄普也致力于环保制程，并期望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提供消费者最优良的体验。不过此床垫质地的散热效果略显不足，建议夏天时搭配凉感的布套减去闷热感。偏硬床垫给人的印象就是无法兼顾舒适，法国大厂孟特娇在独立筒材质上堆叠出层层柔软，除了能强而有力地支撑着身体之外，也可拥有舒服贴身的体验。此外，床垫中还增加了抗菌丝棉层，在吸收身体汗水与环境造成的湿气时，也能有效地杀菌以维护床垫的清洁。且为了让其支撑性更好，产品强化了四周的直立式弹簧，就算常常使用也不易变形塌陷。不过使用这款床垫时要避免在上方加上耗垫，以免让硬质床垫失去原本的支撑效果，购买前务必确认产品的使用方法与自身的需求。顶级饭店爱用品牌席伊利使用高碳钢材质，搭配美姿感应弹簧系统制作，双向直边设计取代传统圆形弹簧，减少了弹簧受力不均而导致塌陷的问题，因此无需定期翻面使用，且还能够让有效承载身体曲线，减轻腰部压力。再加上外部有25毫米高级泡棉包覆，使用上触感更佳。虽然席伊利主打为高级床型，但此款床垫的实惠价格相当适合消费者购入体验。虽然比起同厂的其他系列，此款床垫的硬度比较不足，但如果喜爱偏软感受的使用者便可将其放进选项之中。因为床垫太软而导致长期背痛的人相当多，因此金格特别与国际脊椎医生协会 ICA 合作，使用宝贝三分之一弹簧 Kairos Pan 技术加强背部支撑，让床面更符合人体曲线，让脊椎在睡眠时能受到最好的保护，并搭配比利时进口的高级提花布细致包覆着床垫，让偏硬的床也能拥有优良的舒适感。此外，15年的保用年限，整体而言相当实惠经济，十分值得入手体验其品质。不过弹簧床垫在久用之下，四周仍然可能出现塌陷等状况，若遇到相关问题，便可立即跟原厂联络，透过专业的检测维持其品质。市面上很多乳胶床垫的成分大多是以合成乳胶制成，只有班尼斯的床垫强调使用了马来西亚的天然乳胶材质，而纯天然的特性让此款床垫的触感柔软舒适，而多孔的透气层也让它的防霉抗菌效果比合成乳胶来得好，即便长期使用也能感到安心。此外，此床垫的布套使用大拉链设计，拆洗时简单轻松，让使用者在维护床垫的清洁时变得更为省力。不过虽然它的防霉表现优异，但由于台湾的环境湿度较高，放置前建议可先将不用的旧床垫当作夏垫使用，进一步减少床垫受潮的几率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